天地未剖，阴阳未判，四时未分，万物未生，这些力量还远远不够。索命无形，有些事情到底是无法挣脱的。索命无形，不管是怎样鲜花着锦的生命，最终都将化为枯骨一堆，这是好事。死亡是一种奢侈，迎接你的来生吧。皆为试炼，何必动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， 还有 Discord。今天要介绍的角色是英灵玄羽。那在天地劫手游微信官方跟 TopTop 上面都有公告哈，在12月10号晚上7点多的时候，好，玄羽那与灭美云香，看起来那个第二个角色应该是云香没有错哦。好，那我们在前面的开头有看过这个英灵 PB 的一些动画技能展示哈。好，那我觉得很多人说玄羽脱下面具后，反而没有那种给面具给人家的那种冷酷型的感觉。嗯，我觉得像我自己啦，他脱下面具，我觉得也蛮漂亮的、啊，也是有那种眼神是很锐利的那种感觉，对我来说啦。好，再来。重点是我们的这只羽士绝品，而且是暗属性的羽士哈。天赋玄灵阵，玄灵阵影，哦，这好难念哦。好，本回合未主动攻击的时候呢，未行动结束的时候获得阵羽的状态哈，射程提高一。这个我记得在之前主线剧情的他的天赋好像效果差不多哈，我没有再去对照一下，不过看起来差不多。好。阵羽射程提高一哈，也就是说是三个了，三个物攻提高5%、8%、11%到14%哈，那上限两成 ，OK， 也就是说，哦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两回合没有攻击的话，是可以叠两成的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然后主动使用伤害技能后消失哦。他这边有写哦，主动使用伤害技能，普通攻击算技能吗？不确定，要试试看。应该普通攻击也算吧，普通攻击应该也算呢、啊。好，看这下策划说有没有补充哦。和技能叠加后可以超乎想象，没有特别写。天赋额外增加距离跟伤害啦。主要是增加那个射程，我觉得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好，再来特色技能会攻在旋，主动使用的时候自身获得离旋的状态，且所有主动绝学的冷却时间减少一。OK， 并获得原地再行动，这个有点像那个一般羽士的那个，就是放完之后可以再行动那招类似。那离旋的状态是主动攻击，好，对战之前呢，对目标施加两个有害状态。哦，我觉得不错哎，这一招应该是常驻了，嗯，这一招是常驻了。OK， 再来技能吹心暗死，哦，这个跟我主线剧情看到的这个技能差不多，对目标造成 1.5 倍的伤害，对战中目标每携带一个有害状态的时候，暴击率和暴击伤害提高 5%。OK， 看起来就是你可以先放这一招，或者离旋状态的时候呢，你再放这一招，吹心暗死，你这样至少会增加 10% 了嘛，因为随机两个有害状态。我感觉果然暗属性就是打那种脏水流了，配里欧、黑龙啊等等，或是单音之类的，他把暗属都归类在这个上 debuff 的 debuff 状态比较多的。
他都把他放在暗属性身上。好，而且是三格，敌人反击不到你。如果是法师那种，我觉得很棒，尤其是打那种像那个光灵脉啊，或者是光灵脉那种，就是那个 boss 是打不到你的。好，再来技能，幽之念泽灾，对不起，应该是念敌，幽敌戒杀，幽敌戒杀，警戒目标区域，自身获得戒杀状态。哦，这个区域好长哦。哎，哦好哦，一二三四五六六格哦，六格的距离哎，有没有看错啊？再看一次，应该是六个吧？还是我瞎了？二三四五五格啦，讲错。好，戒杀哈、哦，他说警戒目标的区域，自身获得戒杀状态。那当敌方行动结束的时候，如果在警戒的范围之内呢，则立刻受到施术者 0.7 倍物攻的物理伤害哈，并被按照施术者技能方向击退两个，累计触发三次后消失。OK， 该次伤害会打破目标引力。OK， 那就看准时机喽。哦，他要行动结束，敌方行动结束的时候才会触发哦。如果他原本在上面的话，是不会触发的。OK， 然后开启技能之后呢，攻击敌人。如果是邪护呢，击退两个。哦，哎，它自动放的是不是？只要他在上面，即使玄宇他已经行动结束了，还是可以攻击的哦。是这样吗？是我想的这样吗？我看一下，他没有特别写。那策划说呢？可压缩敌方走位空间，敌方行动结束后，击退效果可以打乱敌方进攻节奏。感觉应该是的、啊，应该是我想的这样吧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还是说，等一下，当敌方行动结束时，对啊，然后行动结束的时候，则立刻受到施术者 0.7 倍的伤害。可是假设说，如果是我想的那样的话，假设他不在这个位置，在右边，他人家站在这里，他一样会被我射退两个吗？还是一定是要放完之后，等下一回合的时候，应该不用吧？应该不用这么麻烦吧？这应该是自动触发的吧？即使我的玄宇已经行动结束了，哎、欸，我这个好有趣哦！这个要测测看，因为从技能看不出来啊。对啊，策划书没有特别写，可是他这边有写说，你放完这一招之后呢，警戒目标区会获得戒杀一回合。然后呢，那这个范围是不是只有持续一回合啊？如果只持续一回合，好像是可以限制人家走位没有错，但是。看一下，累积触发三次后，可是自身这，好，这要实测看看啊。我也，因为他说累积触发三回合后，三次之后消失，也就是说这一格在一回合之内有三个敌人进去的话，都会被击退两个。那但是戒杀只有持续一回合，哦，那就要算好位置了。哦，看懂了，好。再来是逐风破，攻击单个敌人到 1.4 倍伤害，对飞行物目标造成 20% 伤害哈，施加虚损，这个是大几乎语色都会这一招了哈。好，冠甲咒，行动结束的时候，对自身十字向上七格内最近的一名敌人施加食欲哈，持续一回合。好，最主要是射程加一啦，天赋就射程加一了，然后增加攻击力。OK， 感觉那个警戒范围可以放到铁卫之类的身上吗？可以对铁卫啦，针对铁卫。然后这边有技能组合，不过都先参考就好了哈。会攻在先，缺心暗时，飞羽撼破，飞羽撼破是哪一招啊？
飞羽汉破。哦，这个，我刚刚是不是没看到？飞羽汉破，主动攻击对战中与目标距离每增加一格哈，伤害提高4%。哦，击中目标后获得一层。哦，这感觉是常驻被动了，是被动吧？看起来是被动，与目标距离增加一格，所以射程变三格的时候是，哎，提高4%。OK。假设两格的话就是十，距离两格就是8嘛，三格是12嘛，以此类推。好，这拉越长越好，射程加一，天赋触发之后再天赋触发就可以吃到嘛，再攻击，哎，还不错。飞羽撼破，然后另外的技能组合幽敌戒杀、主攻破、飞羽撼破，或是冠甲咒，感觉是冠甲咒跟飞羽撼破在互换。那赤电鬼是毫无疑问，但头狼应该是怕行动力不足吧。不过以我个性，我应该都会带赤电鬼啊。然后目前就是这样子啊。这只对我的战阵好像没有多大影响，可抽可不抽啦，对我来说。但是因为射程加一真的太香了，要看真的要看实际上用起来如何了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先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